Hello。然后下午我们去坐那个摩托游艇嘛，然后你们坐我的旁边拍摄，然后。冲冲冲！哈哈。这啥呀？这个？我的妈呀！我全都在前面，不显得大的，下次你看一看。把伸进去看一下。我才不伸进去。那你们掉在那里，在里面。拿大点的。哇！我和这种下雨天，我不是在拍，但是拍不到。挺贵。猴子看猴子。啊，好聪明啊，这个。我也是太饱了。看你的肚子。也是太饱了。别看。买泳裤挑个尺寸。这个差不多。这是小孩穿的。是白头妹。你在说啥？他说你是小蜘蛛。我只能挡那个我重要的那个关卡镜。就在那边嘛，我都那怎么走了？哎，就那样走，现在就到了呀。他帮他们拿着。先搞个救生衣，快点！哎，脱呗，身材不好就不要脱了。那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听到这句话就不敢脱了。猴子身材好好哦，猴子。哇，好苗条啊！好，锻炼下次。其实我以前跟你说，其实我也发不了哪里去。这怎么？这里进。这个吗？这有在这里进吗？系紧啊！我已经飙到极限了，你侧面系紧一点，你别冲出来了。啊、妈的！来，谁先上？珠宝先上。看到我的那个黑。看到你的那个点点了。所以你们就是这个。算了，他会后悔的。哦。没事啊，现在起风了。冷不冷？冷不冷？还好。继续啊！你不是不冷吗？啊、你不是不冷吗？冷。没有冰岛那么冷。没有冰岛那么冷。哦，那是快艇。哇！给你坐那个。啊，刺激点。这个很刺激。哦，无所谓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这个等下手都不行了。我还好吗？没有一个牛逼一下。哦，英雄蛋疼。哦，教练要开回来了。好玩不？好玩吗？好玩。要不要再玩一次？过去的时候是教练开的，对吧？对。回来的时候是自己开。好控制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玩的。你那边好玩吗？好玩。那边玩点其他项目。你玩这个，你玩哪个？你看这个就平稳。那我们就玩刺激一点的。开心吗？很开心。为什么都知道你那个 LNG 那个官宣照片是 P 的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手上没有毛，他手上真的有，但是没那么多。来找一个，你这样子就正常一点，能看得见的。对。哎、啊，我怎么拍你拍出来那么黑呀、啊？把手举起来。对，这样能看得出来是没什么毛的。你看，他连腋窝都没什么毛，脖子不怎么长毛。啊？为什么玩手有点累，又在拍？是变态吧？这一段。要把你放出去吗？你是好变态啊你！我谁的毛那么长？因为长的。因为长的。抓好！脚怎么样坐得稳？怎么放？
抓稳，抓稳，一定要抓稳，抓稳，抓稳，准备了吗？准备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猴子痛苦的惨叫，我估计它肯定在叫。Afternoon 了，还 good morning。现在是几点了？现在几点？我看一下，12:30了。看看监控在哪里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行程是要改变一下。今天去干嘛？今天本来和计划去浮潜，但是因为我们睡过头了，然后下午去浮潜基本什么都看不见，我们决定租一辆船出哦，怎么样？准备出发？要起床喽！走吧，我三二一就走了，三二一。您是起来了。走啦、okay. 走啦走啦走啦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安排是，前面已经订了一个船、然后那个船的话呢是三点，哎不对，对，是3点到6点，3点到6点的话，我们那个船是刚好可以去看日落，然后可以去垂钓，然后你们俩可以去浮潜。像我的话，我今天是不能下水，所以我啥也不能干，我在床上，在船上我就拍照，然后录视频，做一些女孩子喜欢做的事情。然后晚上的话，我们用那个头发就这样嘛，头发就这样吧，没事。反正等现在下水了，哎，一切恢复出厂设置。而且我就是晚上的话，我今天下午穿这套衣服拍完照，然后晚上我想换一套衣服拍照，我就换一套衣服。有小孩吗？你在干嘛？这里有小孩吗？摸一下。喂。这衣服它有点鼓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我肚子鼓，这衣服买大了一码，就是那个卡戴珊的联名款。我当时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，感觉自己就跟 LA 的那种卡戴珊的大屁股一样。然后结果发现好像没有大屁股，后面鼓是那个屁股比较大，人穿会比较好看。我感觉我穿就比较一般。像一个吸血鬼一样，我现在看着太阳我就躲起来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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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你是吸血鬼还是老鼠？两个吸血鬼，两个吸血鬼。我是老鼠。那我们两个吸血鬼吗？叮叮叮叮叮。那天就想告诉这里拍照很好看，但是因为那天太忙了，没时间。哦，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好。大暖男。因为每次你有就是好的东西的时候，总是会想到分享给我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这样的，就是。有什么好的东西，或者自己发现了什么不错的东西，正在用的，正在喜欢的，就会马上分享给他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是女孩子都喜欢这种是吧？对。OK OK。Bingo。学会了。Bingo。你就给我找什么好吃的，然后还有什么拍照好看的，女孩子就喜欢这种。好的。快点，快点，你刚才在那里。你刚才在那里。拍东西，我在蹲着，我在这里。哎，脚麻。这边是脚麻了，不是脚麻了。脚麻了，脚麻了，我帮你懂啊，我帮你懂啊。来，上来，来上来，来手勾这里，勾这里，别乱勾，来。来走吧，走吧。干嘛干嘛？指甲。我指甲怎么了？我指甲怎么了？不是指甲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滚！美女，你的饮料。大哥，你的叶子冰，谢谢。录得很好，会给你小费。你有在录吗？有在录啊。好，怪不得这么殷勤。我们今天等一下，我们今天吃完早餐是10:30，然后就没吃东西了，一点东西没吃。下午可能在那个船上会有一些水果的拼盘，但是也没有其他东西了。我们今天一定要饿着肚子，然后跑到那个晚上的那个海底餐厅去，把它吃了一滴都不剩。一滴都不剩，这个就是我自费没有吃过那么贵的东西，我觉得还是挺贵的。我今天晚上一定要饿着肚子去吃，我要把它吃了一点都不剩。你们加上我是要明年一月再回去好不好？明年一月回去算了，可以。我们就住在那里。那德玛家，德玛家为什么？哎，那里能洗澡吗？你跳到那个鱼缸的那个海里去，你就直接就洗掉了。那干了怎么办？干了，那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玩完水回家，我眉毛上面全都是盐。哇，是吗？我也是。你先问一下那里有没有电脑，我德玛家为什么？你好，夏薇，你在那个海里餐厅现场打吗？哎，你看了那个普通座的价格是多少吗？普通座是那个2180吧，我今天打电话问了。那也挺贵的。哎，吃的都一样吗？就是我说那个，如果吃的一样的话，我们订普通座，然后去那个海边拍去那个。你说去那个鱼塘边去拍照是不是？对，去蹭几张。是不是？你等等，我看一看。大家要摆票吧？对。我觉得从名称上它是一模一样的啊。不过价格一，差也是一样，但价格差那么多。那我们就别吃这个贵的了，我们就真的可以跟他说一下。我心痛，你知道吧？看一下，你想看那种鱼，你在那个手机上也能看的。我手机上看真的，你就拿着手机看别人是怎么拍的，然后我们就我比较一下，比较一下，把自己 P 上去吗？我比较一下，一样吧？你开心吗？是一样的吗？这个？你这样我也看到一模一样。不会吧？三二八八跟这个一模一样？对，一模一样。我操！算了，那肯定不是啊。我打个电话，Later。嗨，我们到那个游艇的旁边了，我们现在去找一下我们游艇在哪里。我们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前面的。对，要看一下。我好期待。这个 XL 就是大家上次来坐船租车可以找。这种是不是都很贵的？应该是的。这种是不是很贵？我们朋友还没把那个价格清单发给我，我也不知道今天搞那个船是多少钱。我们在上面可以吃牛排什么的。不，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船。挺大的，上船啦！来喽！这它下面是一个像船一样的东西，是吧？这里也是我们。这是房间、床铺、洗手间。是我们用的是吧？对，床铺、洗手间。然后顶层从上面、前面上去啊。有。你有躺着睡了吗？你会在这里要睡3个小时啊？不会睡，我要上去玩这3个小时。不会吧？怎么可能？上楼。这里要好好玩的。给大家唱一首歌好不好？这我们等下就是该拍照了。上什么上船？能，这里爬上去啊。这边也能走呀。小心啊，小心。哇哦，还有滑滑梯耶。你们两个不会有人晕船吧？没有，我不晕船。我可能会，但是还好。我不晕船。你记得我们马尔代夫那时候我们？哇，那个是真的要吐了。我们去马尔代夫的时候，就是
从飞机上下来之后坐了一个那个小船去酒店，我靠，那个是真的太陡了，那个我是要跳。对，这是跳水的跳板。不会的，真的假的？真有人会从那里跳？我们待会儿不是有一个钓鱼的项目吗？啊、对，待会儿如果你想吐的话，就吐在那个海里。算了吧。然后可以勾引那些鱼过来。哎、别恶心了。我们再吃那个吗？你们就吃我吐的那个东西是吧？呼呼，呼呼，下来小心啊。可以，哇，主播你好帅哦！谢谢你哦。我头发等一下怎么办呢？头发等一下跳进水里不就恢复出厂设置了吗？出发喽！来喽！船长，这是我们的水手。水手，我们一会儿可能要去搞垂钓，你要钓鱼吗？钓鱼啊，可以啊。我们会钓什么鱼呢？那个钓的能吃吗？应该是可以吃的。生吃吗？我们直接骗水里面了。准备。哎，他们在那里钓鱼呢。别动就行啊！哎，你别动！现在我没动，是你在动啊！你在动，你动了，我也没动。哎，好烦！保持底盘压紧，核心力量收紧。我们是开到哪里去啊？这个？小心点！别掉下去！我能抓稳。没人可以救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前几天湖对抗赛，那个有人问。我是卧底吧，主播对抗赛，然后在斗鱼那个主播对抗赛，我输了，惩罚，不是惩罚吧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那天问的问题是我老婆，就是你跟苏苏掉水里了，你先救谁是吗？先救谁？对，救我，我不会游泳，我选了你，那当然了，不然是感动，泪目了，家人们，你以为我选了谁？你可真是一个好老公呢，谢谢你。你们两个是要比谁唱歌难听吗？爸爸再给你一条，我的妈呀！金主爸爸应该不会拒绝的。我用咖啡洗澡了，好听吗？好听。当事人都笑了，当事人都憋不住了。刚刚那首歌，他就说他小时候听过，那个甜蜜蜜怎么没有啊？邓丽君的这种怎么没有啊？你能不能唱点流行歌啊？我受不了了。我要唱复古的歌。
牛逼症，我操！出发，天哪！还好吗？他已经跪一下了，他已经跪一下了，四米八三，绝望！在查房吗？还看女主播吗？我不看女主播。你不看，你就是在别的直播间看。他在新一的直播间看。在新一的直播间看。对。我也看到了，怎么样？舒服？喜欢吗？我13、14岁的时候，天天我跟爸爸一起去钓鱼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初中的时候。看你今天能不能钓上来。我初中的时候跟我爸爸每天都去钓鱼。试一下。每天晚上。不知道怎么用吗？不知道，都是我爸爸帮我弄的。拜拜。我感觉跑了，卧槽，哇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是都是能吃的吗？还是？哇，主播钓了20分钟，什么都没钓到。我觉得比那个吃饱了。今天星期天吧。哦。然后今天星期天在家里懒得都不想出门。是鱼的问题。鱼的问题，对，我在家里都不想出门。啊，对对。你怎么了？不会真有人晕船吧？赶快，金姑姑钓了这么久都没有鱼上钩，你赶快吐到他那里去打窝。我刚刚在那个休息室里面躺在上下，好想吐啊。没事，吐干净一点。晚上可以多吃一点嘛。对，晚上可以吃很多是吧？是吧？晚上这么贵。晚上那个不能浪费啊，一定要吃完。就是因为为了晚上吃东西，我午饭都没吃东西。我吃了那个椰子冰。只吃了椰子冰。对。我只喝了一杯咖啡。主播躲起来了，他应该他觉得这样应该躲起来，鱼看不到他就能钓到鱼。看不到我，哎，没看到我就不吃了。钓了40分钟了，啥都没有。这是第二个地方了。回家喽！哇！我靠，你刚刚睡着了吗？牛逼！我现在怎么去什么地方都能直接睡呀？终于解放了，我好想吐啊！我在那上面，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半小时结束体验，我在上面再漂30分钟，我就要吐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慢走。好像也是，就是有一块巨大的那个乌云，然后所以今天那个日落就没有开到。我们现在5:30，我们开车去那个地方，可能就是6:30。对，6:30。那我们要开一个小时吗？啊，要开一个小时吗？对，我定的是7点钟，但是没必要。我凉了，家人们，我带了一个裙子，本来说我来这边换，晚上穿一套不一样的裙子来，拿那个冰换的，结果这裙子要买来之后都没有试过，好想穿下之后你看一下挂脖子。胸是这样子的，我靠！哎，这样。走吧，想吃饭了，饿了，你饿吗？哎呀，你骗了我，你说这是海底面的，这是在酒店里面的。没有，我看介绍，他们说是什么海底餐厅，但我以为是通到海底的呀，谁知道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吃鱼啊什么都是从里面抓的吗？来喽。看一下这个环境还是对得起。
杯。哦哦哦，下雨了，这个真的真的，它在生气啊，真的。它没动。这是什么？塞吗？那个。哦，对，我操，它真的在呼吸，这真的耶。这个是鲨鱼。他为什么不吃其他的小鱼啊？他饱了吧？哇，你看这个他。这个人怎么在老在这晃悠？他喜欢你。干不了。干鱼子酱吗？你给我吃。我操！我要吐了！我他妈一口都吃不下了。我给你。不要不要。这里痛不痛？你这里吗？对，我们昨天那里，我这里也很痛。我那两边我不痛，这里我那个后面痛，都很痛。那个后面痛。那是昨天那个又抓那个东西，这里，你摸一下。摸哪里？你看看哪里？我不是摸一个。你变成了正常一点。这里可以。这个是法国的海螺，实际上它还有西伯利亚的，然后这一张是后面的搭配。我的妈呀！我那么细的手臂给你看那么粗。你刚那个样子是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大头鲸，绿色的那个叫什么 ？Hawk。对，就那个一样，跟那个这个是跟那个一样。你刚这样子是，妈的肌肉呢。哇！主播好吃吗？你真的。我刚刚都舍不得吃，你看，其实还有一个呢。你们都吃完了，我还有这么一个。没事，他刚刚说了，吃完了再点。没事。哎，没事，大不了把你留到这洗碗。要我陪你吗？可以，我们两个。我洗碗贼快。上等盘，你好吃。这样切。来，不是这样这么简单的。高手吧，你看，这样切。我不要用，你不要用你看，这种好吃啊，这种好吃，怎么样？这个比好吃吗？这种比牛肉好吃，就是分量其实挺多的，就是能吃着能扶墙出去的这种程度，因为它的其实服务还挺好的。然后环境也挺好的，挺安静的，然后口味也不错。它有的地方网红餐厅可能价格贵，但是吃了会踩雷，但是我觉得都还没踩雷。除了那个龙虾意面不是我喜欢，饭都挺好吃的。龙虾那个吗？我喜欢。那个你喜欢？我喜欢。我喜欢碳烤的味道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吃那个吗？啊，虽然不是我喜欢的味道，但我就不能让自己吃完。好勤俭节约的猴啊！那天吃了好多。我吃的真的很多，我今天胖了2斤，应该有。啊，我来三亚，我真的放肆了好多。没关系，等下跑步回酒店。对，跑步回酒店吧。应该也就4-5个小时吧。骑车1个小时，开车1个小时，不可能4个小时。你明天飞机应该赶不上的，明天我们直接跑步去机场。也可以现在开始，我现在回去收东西，然后你就跑步去。我们等一下收东西了。我们在机场见。哎，明天要准备溜了，明天要溜了。我们下期 vlog 再见吧。你下期 vlog 见，可能看见我在跑步机上。下次见，我应该是在赛场。春节吗？春节是。哎，应该不是春节，我会去看比赛的呀。如果开放线下观众的话。你看比赛，但是我不会理你。我不是啊，你好。这么高冷吗？你谁呀你？来看我就啊，这谁呀？谁呀你？哎，我有点看不清楚。是谁在喊加油啊？有点耳熟。哎，我记得这个人好像跟我一起去三亚的那个。那个女的。那个女的。不能这么说吧？这么说不太好吧？那个小姐姐跟我一起去三亚。行吧，我只是你在三亚的一个过客。好吧，我们下期跑步机见，拜拜。拜拜。